五，吃脂强化皮。黑鲜请用正确的方法吃掉白芪。第一题，在第一道题目里面，我们能找到这三个白芪只有两口气，两口气，那么黑芪就可以用扭羊头的方法来吃掉白芪，往这个方向打吃，一直把白芪往边上打吃，到了最后白芪就会给黑芪全部吃掉。那么这种方法我们把它叫做扭羊头，往这一个方向打吃。